Whatever we want, we will have it. Part 6 of 12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, given in Chinese, on December 10th, 2017 in Xihu,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一个的话会被宠坏死的，了解吗？哦，什么元气啊，爱力啊，钱啊，时间啊，都花在那他的身上啊，所以小孩长大的话就被宠坏习惯了，就去工作，老板骂一声，动一动就跑回家了，不想工作。你家里没有被骂过，没有骂，不用工作也可以拿钱用啊，何必去工作又被老板骂，又被那个同事。 什么计较啊？了解吗？当然不工作啊，我也不会。如果我是你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工作，可以还免费零钱呢，是吗？<笑>而且有房子可以住啊，有饭可以吃啊，妈妈还帮忙洗衣服啊。我告诉你，嗯，<笑>我管不了你的孩子了，啊<笑> ，leave me alone，please 。 我有碰到几个，像这样以前呢，在我旁边当助手，不然的话当助家的人，了解吗？如果是不是单独儿子，我们中国人要重男轻女才麻烦，了解吗？哎呀，然后要他当王了，是不是圣主来就当王了？所以现在来不及了，你慢慢改 ，OK？ 他已经太老了，恐怕很难了。不过你慢慢跟他讲 ，OK， 说我们父母只有你一个，靠你一个了啊！你要做好一点好人，让我们招慢一下，让我们对隔壁啊是亲戚朋友骄傲一点，我们就靠你一个了。嗯，你尽量嘛牺牲一点自己的本我啦，我值啦，然后让爸爸妈妈高兴一下。 我知道你会的，你长那么壮，那么好看，如果出去外面了，人家看你没有工作，女孩子看到你也没工作，他们如果要问你，你说怎么样嘛，懂不懂啊？做人是要有一点，身份呐，跟他讲，人家才尊重，我们不需要你的钱呐，也不是需要你做工作勤劳，就是需要你有一点。 那个男孩子那种自尊心呐、啊、，OK， 给人家骄傲啊，给隔壁尊重我们，不然我们也就没面子看别人，讲给他感动一点 ，OK， 然后万一你碰到一个意中人，你说你就没工作，他怎么看得起你嘛？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人很多了，找工作要竞争力很大，所以也要忍耐，要牺牲一点，那个。 所有的那个不好的、不好的气氛或是不好的障碍，在工作这个地方的话，你把它当考验嘛，让你更强壮啊，更可以克服障碍啊。因为你长大了，你会的。OK， 让父母招慢一下，骄傲一下，这样子哦。好，谢谢。OK， 不客气，不然我管不了了啊。我以前呢有几个也是这样。<笑>你们很有钱吗？ 我是一般的，一般一般哈，还好了。<笑>如果你跟有钱的话，哦，真管不了。所以我们从小就训练小孩，不要给他太多那个，他什么要求都给的，懂不懂？啊，不好啊！我对狗也是这样，那些啊，那些要咬的那些灵犬啊，灵犬啊，是很它狗很爱的，每个都爱，它吃整包也不。 不够高兴的，他一次吃完以后还要再来，好像没吃一样。不过我也不能通通给他，我知道他要通通了，不过不能给啊，就变习惯，然后吃那个不吃真正的狗的饭菜啊，对他身体不好。那些只能一天给一次，不是两次。如果给两次的话，就一般，你懂吗？给一次的话，就通通一个给他，看他大小了。 那个给太多，对身体也不好，不是说没营养而已，懂不懂？那有成分在那边，不是给你当饭菜的。我最爱我的狗了，
除了你们以外，我最爱我的狗。他们是第二，你们是当王，他也是当爸的，他们是当爸的，听懂吗？哎，所以那个我不能给他们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，我如果一次宠坏他这样子，等一下他跟助手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一次跟助手要那些啊，不没有给他的就发脾气什么的，然后不吃他们那个煮出来的饭菜啊，对他们不好。哎，哦，以前在一个地方嘛，在别国家了，我不要讲那么多。有一位徒弟，他本来是住家的，后来又离我家了，然后外面又交男朋友了，这没事没事。然后又不能回去圣团嘛。我听说，我就说好，那再让他一个机会了，没问题，然后叫他过来。我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不是自己地方啊，住一个小小的公务房，哎，那边很贵啊，住更大的话又更贵，我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呢、啊，为了住暂时嘛，六个月，所以他就想来，别人说他想来，我就说好，给他一个机会。我房子小嘛，大家挤在一起，我也住那边一起，跟狗在一起，还有三个人。他因为父母很有钱啊，哦，真的很有钱，不是普通的有钱的，很有钱，很出名，在那个国家很出名。所以他家里有佣人，什么习惯啊。然后过来我那边就刚来没有几天，就开始指挥另外那两个助手了。我那两个助手已经很熟了，比他很这个很久了，跟我很久，而且又照顾狗很久，知道我交代他们怎么弄。结果他来，他马上就照顾一样了，通通都带走了。他们本来是一团要出去的，最少两三个在一起，不能留一个在房子里面单独。当然他哭啊，不习惯啊，那何必这样子放他一个人在那里呢？而且有人啊，三人一人带两只就六只了。我何必留他在那里啊？他就照他们留那只在那里，哭了要死。我就出来问了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叫他们带那些出去，留这只出来，等一下要带出去。我说何必？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做啊，一起这样带，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个招待人家呢？而且你刚来也没知道怎么照顾的。他说就是这样好啊。我说不好，你看他好吗？他在那边哭闹了，你赶快带他出去，跟他们在一起。你在这里也没事干，你带他出去好了。那个狗是最善良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谁带他，他就一起出去。他不带，就在那边瞪着看我。我刚好洗手嘛，有没有？洗肥皂，肥皂就是有那种塑胶瓶，有没有？让我们挤出来了。我刚好洗手了。我手都肥皂，我看狗哭了，我受不了啊！我就不能排他，我肥皂的手，我就用那个塑胶瓶，我说带他出去，带他出去，他就不带，在那边闹得很大声，啊啊啊，好像我杀他一样。哦，我怕死了，我说没事啊，我就打自己看看，没痛啊，没痛，塑胶瓶嘛，那个肥皂塑胶瓶没什么。因为家里宠坏习惯了，懂不懂？就用人招待习惯了，我招待他不听，了解吗？我没做什么 啊我不要留在这里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好，那就回家了，马上五分钟以内走。他认为我会拜托他，跟他父母一样啊，哪有？我如果需要人，我也不会拜托的，我不会继续拥护那种宠坏的那种系统啊。我那边当然需要人了、啊、狗多，我没有人了，我又跑来跑去，然后算了，我马上回去，赶快去打包了。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就不去打包。我说你要走吗？现在去 go。 就是这样，宠坏到这样，了解吗？因为家里太有钱了，然后家里很有名嘛，有钱到很有名的，有钱又有名，所以不习惯了，了解吗？不习惯那种生活了，不习惯房子那么齐啊，家里就很豪华奢侈嘛，懂不懂？有自己车子什么的，有司机，我是自己要自己开的。
我不用了，我有四季也可以，没有的话也可以。嗯，我有好的饭菜我也可以吃，没有的话我就吃芝麻粉跟那个焦米或是什么什么饭，有什么就吃了。所以这个宠坏的决定不要的 ，OK？ 小孩子生出来是要照顾好，不然他长大没人喜欢他，你反而害他，了解吗？他出去工作的话没有耐心，老板会讨厌，同伴是吗？同事，哎，公司的人呢、啊、就会讨厌。然后如果成家了哈，娶太太娶丈夫的话，也没办法合得来。你看看某某那个那些个性有没有？电影的那个明星有没有？他们多数都生活不好，了解吗？哎，跟人家都合不来，娶先生太太，今天结，明天离，没办法适应啊。所以有小孩不是疼他就好，也要教训他，教育他，给他长大当好人、不然万一你有什么事情你过世了，或是你家财产、啊、都毁灭了，他怎么活呢？他会死的。他们来这边住家了，我都叫他们那个去谁开车，谁那个电线要接线接电话，学语言，不同的，谁要的话就学的，以前有老师来教嘛，当然不是每个人能讲英文流利的，不过我不是说没有叫他们来教他们，懂不懂？就是有一些老了，学不成或是，没有那种语言的才华也是有啦，而且也不常学了以后不常用着就会忘记了，也是有啦。不过也叫他们煮饭，男孩子也要煮饭，如果没有女孩子就会死了啊！多数的父母都不叫男孩子煮饭，都不叫他洗衣服，不叫他那个弄那个擦洗房子，照顾自己的四周围跟自己的那个卫生，听懂吗？这样不对了，应该学一样的。我们多数的家庭父母啊，妈妈都是叫女孩子怎么煮饭。怎么擦洗房子，男孩子叫他照顾弄就算了算了，他是男孩子嘛，不用做这种女孩子的工作。哪有男女什么女孩子的工作啊？房子是要干净，不管你住是男住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是需要用男孩子，不过他们抽死了啊。我不是要讲你们的啦，我不是讲了，我意思说我的男孩子了 ，OK？ 哦，奇怪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，有时候来了，我说你赶快先去洗澡，洗澡再来。奇的就是这样。然后有时候开车了，失忆了，刷牙忘记了，没有刷。然后我叫他去刷牙，他就刷，然后回来还是一样臭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没有牙膏。因为我叫他刷牙，我没有说要用牙膏刷。哦，真的故事，这个人还活生生的。哎呀呀 ，My God， 早上啊。一大早了，要这样闻吗？连自己，我们早上起来闻也是想闻自己的那个口的空气，何况别人呢？如果你跟一个很大的一部车了，坐，如果一个男孩子你还受的，两个人的话，你就会要念佛了。三个男孩子，四个女孩子，你就死了，你活不下去。他们自己很爱自己的味道，懂吗？舍不得离开，yeah.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照顾自己啊，男孩子、女孩子还是一样。OK， 有男朋友、女朋友以后，不是说交情以后就很安全了，
不管他，不是啦，就是还是要照顾自己，因为有时候那个夫妻的感情或是男女朋友感情破坏不是为了大事情，不是他嫉妒你，不是你不好看，不是他嫌弃你，就是你有时候味道太浓受不了。笑什么？我讲不对吗？哎呀，太好了。我可以变成什么夫妻专家呢？赚钱呢？要加一个工作给我啊？是大家是要照顾自己 ，OK？ 不过所以没有男女朋友跟我一样就好了，懂吗？就不用照顾自己那么多，吃药了。不过意思说不用那么急了，了解吗？哎呀 ，OK， 好，算了，不要再讲，知道了啊、哦。不要认为为什么你男朋友那么坏，不管你有没有钱啊，然后认为我什么都有啊，我就好看啊，有钱啊，为什么男朋友一次跑掉啊？释迦牟尼佛也有交代了，那个和尚那些不能吃那些洋葱啊、大蒜啊，懂不懂？因为臭味太大了，护法会跑掉。他们认为是无形的护法会跑掉，有形的护法也会跑掉。连佛也会跑掉，懂吗？有时候我就直接想跑掉。这个地方蛮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盖房子，所以周围的空气流通很好。笑什么啊？是啊，以前就在 SMC 或是什么有盖房子的地方，我有时候真受不了，我就不好意思说，我有了，有抱怨一两次了。不过平常我就没讲了，不好意思嘛。OK， 好了，现在开始问题，再问了。都是你们两个害我，你看，你们两个儿子害我讲那么久，大家不高兴。高兴了，好，你说。师父好。你好。感谢你的无条件的爱心的慈悲，拯救地球，提升人类。不管是人类提升，连那个踢球的草木都提升了。你怎么知道了？感受得到。感受得到。OK。分秒的感受师父的爱力，爱力跟我们时刻的在一起。我就是还有关于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那个腰的那个打错的，打得蛮刺手，那个腰的像呆子板的，很难受。就这一个腰怎么样？就这像呆子板的。像呆子板的。好像呆子板一样。是撑不长，影响我打错。撑不长，那全部的撑不长。二十多年了，实在很难受，我不能。以前呢？以前有吗？或是现在才有？以前没的。什么时候才有？已经信了有两三个月。原来没人信我是个出家的，没人信之前我也打错是个道教的，打错的打得蛮好，人信了三个月我就打错去，他就后悔有一种力量向我一推。OK， 现在很难受啊。了解了，很难受，在那里又蛮紧，就这。了解。我来几次，我想问了我都没问嘛，怕麻烦师傅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受不了的，我才问。不会了，不会。师傅慈悲。你回去打坐以前 ，OK？ 好。你以前打坐是做什么呼吸是吗？不呼吸，没呼吸。那你怎么打什么坐啊？我瞧平时打错全部打的，没注意呼吸。不是现在了，以前呢，还没碰到师傅以前，你打什么坐？没睡觉打拳打错，也是个道具，打的手里得的些，没手呼吸，还不跟那样。你听不懂。他没睡觉以前，什么都不说，随便坐。念经念咒。这样才不对的。OK， 好了，你以前打坐不对嘛，打错了啊。然后那些比较低级的神呐、他就也有帮助你，不是没有，懂吗？当然打坐什么都会有那些不同的神啊，不同等级帮助啊。你现在要上去的话，他就想办法控制了，他想。不想失去你嘛啊、你打坐以前呢、你说你现在跟静海无上师学习了啊，谢谢他们以前帮忙拥护保护，不过现在你就大概毕业了，就想上去了啊，就请他们别挡了 ，OK， 然后你念师父名字 ，OK， 叫他们离开，好，谢谢师父， okay, 马上会有效，好。
所以打坐不是随便这样打了，嗯，有几个人是不同的问题 ，OK？ 知道知道，嗯，知道，你就要这样这样做就 OK 了，哈，嗯。师傅好。你好。我印心18年了。我记得记得要谢谢他们 ，OK？ 不是骂他们什么，我就感恩他们，因为诚信感恩的，哎。顶不一样一种